中山八德共修处一大早，老人家们陆续来报到，脚踩激励球，个个是哀哀叫。我干嘛靠？没关系。哦，这慢慢啦，因为头一摆青年嘛，对不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活络筋骨，动动手脚，还有营养讲座，告诉大家怎么吃才健康。哦，来小课这哦，教人安怎自己哦，照顾自己啦。哦，啊，家己身体哪样惊，咱来试试，咱的健身嘛是福气啊。信义区乐林学堂还多了一份老朋友相见的欢喜，邀请社区的老菩萨们一起来相聚。这些法亲，他能长长久久的，能记得他的家永远在这边，我们的法亲永远都在这里，并没有离开。他每天都可以带着欢喜心走回家里，因为慈济永远都在。好，你别打弯腰哦。气氛热闹又有趣，大家相约下一堂课还要再见面。淡水游车里，慈济是第三次来办活动，过去是推广蔬食，现在教大家怎么插花。我看到插花就觉得插花就像人生一样，嘿，也可以插得很优雅。嘿，长者们在花草世界中平静心灵，也动动脑。里长办公室很认同，邀约下次再来开课。那你们办得很好啊，因为每次你们举办活动，我们都很乐意来参加。新庄丹凤社区大学第一次与慈济合作，里长与校长都支持，除了共餐，也照顾长者们的健康，一个上午不空过。大安新闻真善美职工综合报道。